爽，抖，很嗨，加油！有请推广大使 我觉得就是全方面都是有进步的。我觉得少年强不是说哪方面非常强，是一直有进步，这才是代表了少年强。嗯，那你觉得自己身上的哪一方面可以代表全中国强的少年？我觉得就是努力向上，然后积极有正能量，可以代表全中国少年。